韩团 Super Junior 成员希澈在4月19号跟着利特神童石原来到了近6年没来的台湾，这也让粉丝好奇希澈隔天该不会要跟着小分队上台吧？但本人是这样说的：大家好，我是金希澈。我们希大说到做到，抵达没多久就被读者捕捉到在台北啪啪走的身影啦。有趣的是，希澈在 Instagram 上分享台北游照片时，竟自嘲自己像猪一样，让粉丝笑到不行。而在小分队演唱会当天，希澈除了到场观看之外，也献给全场粉丝超大惊喜。그리고저원래내년20주년때멋있게대만오고싶었거든요멋있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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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정말죄송한데희철님퇴장해주세요아까부터써있었거든요나언제안돼안돼여기서끝났다고가시면안됩니다엔딩에미라클때또나오셔야돼두명이먼저가있으면안돼요演唱会结束之后，四人免不了要去大吃一顿，庆祝一番。果不其然，又到了石原最爱的鼎王啦 ！NSS， 고생했습니다。자와이뜨기여러분이거58도짜리예요이뜨기이거여기다먹으니까깔끔하다깔끔해아시원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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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거야인스스에올려도돼올려도되지오케이오케이아뜨거